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科比陈教授。记得哈，先帮我订阅、分享、靠近小铃铛。我现在放在前面，不然大家后面都没看了。好，记得对，要帮我先分享，我才后面你才看得到。好，今天是要干嘛？啊，不有啊，说不会坏，它是坏掉了。这边不要拍，先看机啊拍，先看机啊这边。好，我猜到一半了，太大家想到才来跟我拍的。你也无跟我讲啊？好，我来讲啊。啊，这位置长，我大概嘛咧。哦，这起码我拢几组的啦。啊，你莫打拍，我莫打到啊。OK 啊。假设我马这一组，假设两千块啦，我马达够千几块啦。啊，你这都用你旧的，你拢换新的啊。你这个铁的部分啊，基不太会坏掉了。除非你是在哪海边，关就坏。哎，关很大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其实它马达嘛，电动它转，啊这边就是这样，好像摇摆啊，摇摆就是这样动。这是一个固定，假设玻璃在这个，有没有？这是属固定的，啊马达在转。再转就变这个在动嘛，哇，玻璃就升上去，升上去，哇，降下来，哦，哇，升上去，哇，降下来，降下来了。一种就是马达，就像，哇，像一个怎么来讲，叉叉型嘛，啊，就变来讲，我不会讲。另外一种就是像有些是马达，里面有那个钢索，钢索的，嗯，就大概这几种了。我有拆过劳斯莱斯的，里面是铁链的，铁链啊。啊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再找一台劳斯莱斯？三台三倍，三台三倍，我不搞定。其实这个你看哦，注意看嘛，哇，这莫达保温都气量，这个两颗啊，另外这两颗就是做玻璃的，这样的啊。那个黑黑的那是什么？那个这个，黑啊，胶胶吗？黑啊，这个就是不干胶，它不会干啊。哦，其实它让你维修嘛，所以可以打开啊。所以它不会干掉，不会干掉，不是水力控啊，一点要拆起来看嘛，看里面哇，呀，啊，它这个算是可以防水的。把它属于防水的。好，它这边螺丝拆得到嘛？对。哇，加，它这边要对得准嘛？如果是太低，只要转到你可以拆的地方。它马达这个是可以动，它也没有完全坏掉。它怎样过这它就死了，就不能动了。哇，这样大家转得到吗？哦，这样才转得到。对啊，螺丝磨落去啊。那整个给拆起来。看起来就。就拍起来，对啦，要起来了，起来有几种嘛？可是起来你的玻璃怎么办？用贴布把它连起来嘛。啊，贴布。啊，如果你把懒惰的话哈，你可以拿起来，拿起来了，是吧？哦，好，拿起来了。贴起来看，一个人的话就拿起来，才不会有两个人，你可以叫人家扶着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不小心放着。最怕的是你拿不小心把它弄破了。我先讲机啊，讲那样爱修玻璃，但我做就是修好过爱贴隔热纸。对，嘿，还有隔热纸。起来啊！就碎啊！都会碎，基本都没前线了。好看，这不太都会生锈，不太会。这是天啊！我是新的，看下够新的啊！啊，你摸到歹啊！啊，你都换一支较紧啊！啊，不是讲 Vios 是最歹。啊，上次你拆轮子的时阵，人讲爱什么用啊？有力扳手。敢爱吗？其实是要的啦。就讲干网友真的都很厉害，都知道这些事情。我跟网友都知道，所以我都不懂。没有啦，其实这样也好啦，他会这样问的，其实是好处。就是讲有注意，有你看，对，有你看。他连问都没问，表示到他根本就没看。啊，这一粒爱多少钱？两千块。很贵颗，是 Toyota 不贵呢，还是好像差不多，收五的车用差不多，都 OK， 是啊，两千块以内啦，国产的啦，很少会超过两千块以上，除非你的车是那种快绝种了，谁叫我，或者是那种很特殊的，啊，宾士会较贵，宾士一定较贵的啊，很简单嘛，现在车面你五十万，啊，你宾士八五万，最近物件才五千。啊！你平时在玩的，从无外办过嘛？哦，对啊。对啊，就是伊安尼算就简单了。假设你啊变你千几万，你就知影偌济。我唔知道，偌济。我嘛唔知道，我不晓得。啊，这个六角锁如果坏掉，拆哪边？一样啊，一样。哦。哎呦！哎呦！
打雷了嘛，我要是不是要离开离别远一点？什么为着要卡你卡卡唔着卡的话，海产是做上侪好。有啊，做那做那个的。这边都是玻璃的、啊，玻璃给它贴起，然后给它收起来。有啊。所以刚刚讲到六角锁了，六角锁一样嘛。那个锁就是这三粒拆起来，我还有一个把手，推门的把手，我、一个锁紧、啊。所以它也是从这边挖嘛，对不对？从这边把它拿出来。好，那高一点。好，这边要换嘛，它一样有一个电。它要中控，它要中控啊！好，给它锁，它全部都锁。啊，外面就是有两个嘛，里面就是这两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两条歪啊，一条就是锁门的，一条推门的。推门的，对哦。所以你要拔下来，就是要把四个东西拆开，好垫，这样就整个下来。它一颗应该大概也算蛮大的啦，没这么大颗的，大概少一半这样。哦。好啊，后面有一个开，几个，一个是从联动外面的，两颗在外面，两个在里面。听起来就麻烦了。可以啦，那你拍戏我会处理给你看。哦。哇，按到啊。哇。还补嘞。补嘞，落去按到啊。啊，手垃圾，小心。哦。啊！你敢有拄到咧收收这收收的啊玻璃破去？不会啊，因为这个脚啊，假设脚被你锁断了，哇，伊就用黏的啊，其他的锁个破。没办法哦。多啊！再这是什么呢？啊，顺便教你们好了。有些后视镜，假设你开去修理，像这个比较简单，从这里这样出来。有些是在门上面，下去啊，有些人会这样忘记穿，直接从这样过来，插在这里线，跨街嘛，就升降梯上来就卡到线，卡到线，然后就卡住了，奇怪为什么玻璃升不上来？对，好，就这样子呢。你要如果线的话，绕过这一个，如果电线哈，要从这里这样手这样往凹过去，这样弯过来，好凹过来，如果这样过去。玻璃就会卡住了，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拢差不多固定固定啊啦，好啦，差不多了，我拿锁好，拿锁好，对啊，这样。所以说，你拆门板，你看就知道说。这个有拆过，有没有？因为伊高啊，咱就像安尼看到十几个，啊，拢像安尼话，这个表示什么？我拆过，我拆过。它这边还是有个洞，有没有？都会，这个你摸，对，这个洞，对，水会喷到这一块嘛？假设水下来，喷，湿了，湿了之后，水会从这里又流到里面，啊，这边有排水口，从排水口这边，对吧？一个门最少都有两个洞以上。如果车你开起来有水的声音的话，就是这个洞堵住了，记得把它通一通。有时候被塞那个啊名片啊什么之类会掉下去，就掉在里面。我最近捡到很多那个哇，什么当铺啊，当铺哦，对啊，很多当铺啦，对啊。不是酒店。酒店哦，我是没有啦。你能弄天啊，休假后天。我哪有。应该不用特别教了，这应该很多很多网友应该都会拆啊。好，就是，要拆还要拆这个，对对对，很简单嘛，你要拉的地方，出力的地方一定有螺丝，不然假设没螺丝一扯掉，你有没有整个都掉下来？在用力的施力的地方，假设有些是这样，我一直像把手那种，一般把手那种上下都各一个，不然一扯就掉了、啊，那就是一个。习惯性你就会去察觉了，啊，电力电把它拉出来，啊，扣的时候啊，你确定要准的时候才可以压下去。对啊，像这个是后面先插，好，后面先插，就是这样，你要一定要这样，都要积累。
OK 啦。哇，很好啦。刚才是呢，啊不，还不能接。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笑容。教友们有没有说都学了一招啊？对吧？就是换车辆，其实前面的后面都一样，都一样嘛，对，差不多啊。不管是哪种车型都差不多了。其实说有些车真的很难绑，像这种像有塑胶带的，感觉让人家耐很耐，这种比较好弄。如果现在新的，整个是板子，人家整个板子拆下来，嗯，对，这那个就比较困难一点。啊，换刚刚你有讲到换六胶锁，六胶锁就是比较困难，可是前面的比较好装，后面的比较难装。你知道为什么后面比较难装？为什么？后面的嘛，它的这个空间比较小，你玻璃下来，它就会多一个柱子，也可以掉。有些为了拔这个，要把这一支都要拆掉。有些车真的不好弄，有些车啦，像一样啊，你看哦，我今天假设我要烤漆拔这一个，它就要拆，它就要拆六胶锁，它拿起来，反的是什么？双 B 哦。双 B 这边有一个螺丝转下，转好它就掉下来了。没有，这个盖子先拿起来，这只就起来了，这不用拆。五娃娃之前去那个烤漆那边，它就是这样。对，反正是进口车比较人性化。哦，对啊，国产车就是靠卖油。对啊，好啊嘞，用完啦。哦，好啦，今天就分享这个换升降机的小小的。小什么？小小问题。对啊，好，肩膀脖子被包啊，真的是过顶了呀。对啊，对啊，我换了一个这个而已啦。好，谢谢啊。好，一样啊，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前后都要讲耶。对，好，拜拜啊。好，阿克，我刚才小姐等于地位嘛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是嘛？放心啊。OK。这是卖酒的嘛？对了啊。啊，茶店。卖茶的啊，哪一种茶？外送茶、啊。好，我都叫青青呐。我是老司机，我唔知。你是喝喝？你卖猛货啊！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